的影片比较短一点，或是呢有跟弓有关的事，或是呢我们拿着追踪之剑，追踪之剑不是长这样吗？那为什么呢？我们拿弓啊，之后呢把那个射出去，你看这里，这里就是呢那个弓的那里，弓的弓上的箭就不是追踪之箭，很奇怪。你可以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吗？求求你了。但射出去又变很奇怪，超奇怪。拜拜。